临江街夜市一般也习惯称之为通化夜市，是台北市区最著名的观光夜市。由于交通方便，地理位置也靠近世贸中心、台北101与信义威秀影城等商圈。临江街观光夜市几乎每天都拥有人山人海的盛况，来到这里自然不能错过美食。在临江夜市，几乎所有台湾道地的美味小吃都可以找得到，像是挂包、米粉汤、臭豆腐、快炒等餐点应有尽有。常有逛腻商圈的人们特意到此寻找平价的美味呢。临江街观光夜市是游客们绝对不能错过的知名景点，多样化的小吃、道地的口味，让您拥有难忘的夜市回忆。